下面我们来关心一下无懈可击亚洲巅峰音乐节。那韩庚同学虽然现在身在北京拍戏，但是他也会加盟这次音乐节。所以呢，他将是又是拍戏又是熬夜，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精彩演出。无懈可击亚洲巅峰音乐节由青阳去屑洗发露为您带来。走吧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等会儿吧，好休息，好休息啊，耶。结束了电影《前任攻略》的一天拍摄，韩庚离开片场，准备前往排练厅。而此时已经是晚上11点了。这几天拍戏，能受得了吗？这天儿，受不了。我浑身就热的已经全，我还穿了西服，全透。我都有一个演员他中了。不知道是韩庚有预知天机的本领，还是他的敬业感动了老天，这雨还真就这么下下来了。我说也说，下雨，带我一上台就停了。一上台就停了，我一下台马上又下了，好几次。那要是你跟萧敬腾遇着了呢？有过这人，你能克得了他吗？休息片刻之后，韩庚一行人启程前往排练现场。尽管一天的工作已经非常疲惫了，但是韩庚还是打算要过过车瘾。车技如何？车技啊，还算凑。哎，变四那个杀青了吗？电视那个没了，他9月初美国拍，9月初去美国拍是吧？有，你戏份有多少呢？现在不知道吗？剧本看了吗？剧本啊，没看，他没有拿到，没想到。到了排练厅，韩庚立刻打起精神，投身排练，又是练唱又是练舞的，这简直就是铁人的节奏啊！好，娱乐新天地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韩庚。那我现在呢是在排练厅，准备8月17号在8万人体育场，准备 Summer Sonic 的一个音乐节。这是我从我的第一场演唱会，2010年第一场演唱会，一直在跟我一起合作的 dancer。你们是 R&B Rhythm Beats。耶！现在呢，所有 dancer 那里边还有我的乐队，那我们就去介绍给大家。这是我们所有团队，那希望我们8月17号在8万人体育场不见不散。娱乐新天地，韩庚同学，请保重身体啊！报道。